謝祖武在家愛碎念，兒子在旁有樣學樣。我常常在家会看剧本，看剧本我会小声嘟囔，我会去看这一段，这什么东西，这写的什么烂东西。有一次我老婆经过他的书房，就是听到我儿子也在嘟囔，拿着一本数学课本写的烂死，然后我的小孩的数学老师一直问他说，小朋友你的数学为什么那么烂，我儿子竟然跟他讲说应该是遗传吧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